都是我们一般来讲呢，都是蛮多的一些露营区哦，在这几个区块。然后你从关西出入的话呢，可以到我们的内湾哈，从竹东的内湾走一走哈，就这几个区块都可以连接。那左手边这个区块来讲的话呢，跟我们右手边呢，都有一些我们的咖啡厅啊，尤其等一下到我们第一个行程的折返点的龙珠湾，有几家的咖啡厅比较面临我们这个水库，再跟各位介绍。左手边呢，也有一些凉亭啊，供我们观赏我们这个整个周边的一个湖光山色的一个区块啊，所以没有走过啊，可以尝试看看。那我们在水面上呢，各位如果在下游的部分或是现在呢，各位可以看得到哈，我们有一些宝丽龙或是宝特瓶在我们的水面上，而且排列相当的整齐哈，这不是垃圾哈，这是我们这边渔民他抓鱼哈，它底下是渔网，那你所看到的都是一个浮标哈，是一个浮标。那我们这边来讲的话，它有一个渔会，好，你要加入它这边的渔。